到娱乐圈的大明星，不知道大家会首先想到谁？在女明星里，除了当红的一些流量小花，真正能称上大明星的，恐怕要当属四旦双冰了。四大花旦里，章子怡国际地位最高，周迅演技公认最强，赵薇群众基础最好，徐静蕾作品不多却最有才气。至于范冰冰和李冰冰，近几年发展迅猛，人气地位已经可以和四大花旦平起平坐。明星们在镜头前光彩亮丽，私生活也是网友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而一些影视作品则直接以大明星的故事展开。比较早的有周迅，2005年在电影《如果爱》中，周迅饰演的女主角孙娜，从一名北漂一路成为光彩耀眼的大明星。不得不说，孙娜是许多女明星奋斗史的缩影，而凭借对孙娜一角的精彩诠释，周迅一举获得金像奖和金马奖双料影后，而荧幕上最受欢迎的大明星角色当属2013年韩国女星全智贤，在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中饰演的顶级女星千颂伊。镜头前她拥有出众的外貌，性格直爽又霸气十足，把外套披在身上的穿法也是既新颖又潮范十足，私底下却又傻乎乎的经常犯二，甚至有点自恋，性格大大咧咧，敢爱敢恨，重情重义，既卖得冷萌又能驾驭女王范。千颂伊也成了继野蛮女友之后全智贤又一经典荧幕形象。2015年的电视剧《克拉恋人》中，迪丽热巴饰演的大明星高温，外表优雅美丽，极具女人味，性格却傲娇与呆萌兼具，被观众誉为中国版千颂伊。不过比之前宋伊，迪丽热巴的人设更偏可爱呆萌一些，虽然也很高挑美丽，但跟气场爆表的千颂伊相比，迪丽热巴的气场要逊色不少。而在《克拉恋人》中，迪丽热巴饰演的高文虽然只是女二号，却大受欢迎，风头和人气甚至超过了唐嫣饰演的女一号米朵。最近热播的偶像剧《温暖的弦》中，琼瑶女郎出身的张嘉倪挑战出演了女明星一心，剧中给一心的定位是光彩夺目的角色影后。论外形，张嘉倪五官小巧精致，但却衬不上角色美人，再加上身材娇小，虽然张嘉倪想要极力演出大明星的范儿，却撑不起气场的。在剧中，张嘉倪欠缺那种光彩夺目的大明星光环，更多的时候有一种邻家小妹的既视感。即使模仿千颂伊把外套披在身上，却也是形似神不似，给人的感觉是搭配的有点不伦不类。不得不说，